王羲之集自胜校序第33页中的第三行，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字，这个"托"，哦，这下笔要轻，勾上去，然后逆笔带上来，哦，这边，这个带过来，笔从这里面划上去，勾起来，接这一笔。然后再来从这里再带过来写这个横画，然后最后再最后一笔，这样。一，小心这边有一个收笔出锋的东西，我们就当做训练自己的那个手的灵敏度，折。带上去，再来般若，勾。上去。折，然后这边手笔要尖，般若，下笔很轻，折，再折一次轻重划上来，这样，然后这里有一小点，般若。过来菠萝，菠哈、菠萝，菠这里它直接用一撇来代替一个这个弧线，折笔过来，逆笔上去，轻，这样子，萝字。撇，折上去，然后这里是连续动作，带过来，这样子，密多。勾起来，这轻重勾上来，右边有一点它这一篇里面的密大部分都没有那一点这里有是蛮特殊的。多字折笔滑下来，折笔折笔的动作一定要做出来，这样会比较有精神一点。固心无。这里有破损要注意，不要去写了。故，再来心，这个右边这边还没写完，这里破的感觉，拉下来。心，小心这里用笔，我们故意要把它做得像很锋利的感觉。下来这压。折起来，轻轻的加重，倒钩。无字，撇过去，
这样。